新疆特产有哪些？新疆特产有库尔勒香梨、新疆大枣、新疆和田玉、新疆大盘鸡、吐鲁番葡萄、新疆葡萄干、天山雪莲、新疆地毯、哈密瓜等。新疆民谣说，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，库尔勒的香梨人人夸，叶城的石榴顶呱呱，道出了新疆有名的四个瓜果和瓜果之乡。新疆是久负盛名的瓜果之乡，瓜果品种繁多，质地优良，一年四季干果水果不绝于世，如石榴、葡萄、无花果、杏、桑葚、蟠桃、梨、阿月魂子、核桃、沙棘、加湿甜瓜、哈密瓜等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全国的农业大区，由于常年少雨，光照时间长，昼夜温差大，利于糖分积累，因此当地瓜果以甜闻名。